留下的姊妹平安，在顶礼拜五九月二日，屏东的工厂也发生严重的爆炸的事故，目前已经造成九个人来死亡，其中有四位是消防队员，轻重伤的人数也超过100人。咱这回为着死伤的人员甲家属来祈祷，愿死者会当得到安息，受伤的人会当早日得到恢复，家属会当得到安慰甲帮助。咱这回来祈祷。大观灵掌管一切，我所信靠的上帝，你是掌管我个人生命、我的家庭、我的国家、乡土的上帝。你是我患难中的帮助和鼓励，让我在各种的困境里面可以有通挖靠，无地到绝望。我要为着这块我所站起宝贵的乡土来祈祷，求你赐下真实的平安在我中间。上礼拜五九月二日，在屏东有一间工厂发生严重的爆炸，造成员工和消防队员严重的伤亡，也让全体台湾百姓感觉非常的着惊悲伤。我要恳求你，心思安慰和鼓励，在每一位受到伤害的人和家属的身躯顶，让因虽然在极大的试炼里底，但是会当得到充分的帮助。身体和心灵的受伤，都可以早日来得到恢复。事件过后的检讨，也让我们知道工厂里面这些危险的物质的管理、地坑的这个规定和执行有很多的缺失，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事故。恳求你也帮助我们各级的政府单位、主管机关可以对这些事件里面得到警惕，对有缺失的部分会当全力来改善，无阁有发生这款的事故，造成侪侪人员甲家庭的伤害。亲爱的主，你是听的源头，是享受平安的上帝。阁一届将阮这块土地将所有的百姓交伫你的手，求你亲自来保守看顾阮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